户型一，2471尺，3房2.5卫，所以每个房间会比较大。进门这个家庭厅就显得很阔气，很大气。厨房和餐厅，房间都集中在2楼了。2楼还是有一个 loft 的，这 loft 很大，可以有两个孩子在这儿学习。这是主卧，很有空间感，很好。这个小区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，一共现在有4000多个人在排队。这是2个房间，共用1个卫生间。